啊。OK。让我看一眼你。好烦哦，那他打到一半突然停了一下， okay. 我不想的。啊？我感觉我不会打。这好像是按 A B 开始的呀。真假的？一般我觉得，咱们虽然能省就省，比方说，哎呦，我说这个地方对吧？但是也不要太省，最好不要太省。搞不定的，对，直接扔雷。妈的，我都按了个 C， 但是 C 现在没出，我不知道他啥时候会扔。哎，打掉了。哎，这纯纯一输，我后面多打两发雷，可以少打一点。冲！好，不要放，不要对，躲一。太嗨了！第二关我感觉也是，那个雷可以稍微节约一点。啊，不用打我，没事，干死他！啊！别出来！哎！这第一关跟上一把比怎么样？快一点 ！Mission two start。跟手枪打多一点，打狠一点。因为这个地方的小兵，我操，完成了呀！妈，一个雷都过去了，直接干他！这个就直接刀。妈的，刚刚上一把还有个卡了你一下，我操！手枪加刀，让他知道什么叫。飞上了，然后上一把那个地方太抽象了，我操，居然是，等你吧，打了躲避小兵的火锅，我爆了，妈的，干碎他！应该是这些，那我就不敢打了，只打一枪。你这就只打一枪啊？你说吧。他是这些，我不敢提前打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我操！我打他就死了，这我哪敢提前打？你应该打两枪。这有没有可能？我感觉可以三口解喷死的，你一口我两口，所以我叫你晚点喷。就是有上马稍微快一点点，上马三分钟了。上马，没看。这把应该。这把没变丧尸啊，这把变了。哎，上轮有 F， 冲坡用了大 R。Mission three start。那个坦克你直接四个雷呗，我两个雷呗，加手枪加 A 是呗，别把哎，刚才那样很危险。OK， 我控制。哎，你跟雷那么凶，不过没什么伤害，这皮还是打中的。OK。本来我想这里。哎，操！怎么被他带下来了？
来这里，我想甩一次。哎，那拖把子，你只要不让一个人掉到后面掉队，这都是 OK 的。对，就是这个味儿。我分不了，我闪两个人。哎呀，我死。赶紧搞底！哎，兄弟，你在搞什么飞机？我已经跟你说了小心脚底，然后你就专门去看脚底是吧？哎呀，那个，让他给一枪！我操，你不给，畜生！你为什么不死？你为什么不自杀呀？你零雷零命，你不刚刚好自杀换把 H， 崭新出场。5分钟，这把是有点慢的吧？你真这个是难解，不要改。主要还是有四个人。哎，不是叫你现在死啊！我操。哎，拉太高了，炸都炸不到。妈的，这鬼蹭得到啊！我发现你拉太高了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应该是跑去躲你的。谁跳？好雷。啊！我都跳到这个地方了，还没上去。你随便乱甩，不要打到垃圾桶里面。哎！啊！我操！怎么没躲到啊？搞什么？你看我敢打吗？我他妈就20发了！你别抠啊！我怎么就剩10发了？我操！一男我剩的还没四男，剩没八男多。你打，我他妈的留着，雷给我。扔雷呀、啊！你看着干嘛？哎，你为什么这么旁边看着呀、啊？你看着我打。打一蓝卡自热，你觉得就正常了？他不都可以吗？我有儿，还有我有儿有雷，我想干啥干啥。能见面，见面你可扛不住。有点尴尬。打竟然打这么慢呢？打个满分，我操，游戏都能打得进去，游戏四百多也打得进去。打个，我突然发现你打得很值，他妈上过48还是49，他妈上过46，你怎么打出来的？哎，你那个 F 跟要钱一样，都舍不得打。我都看到了，妈的，我这边打了4发，你他妈那边就打了1发 F。这神啥？这还有什么神的？要换飞机？别他妈又不换，别随便放啊！是啊，
吃啊，回飞机给你啊。我不知道你刚才是什么意思，所以飞机给你啊，换飞机啊，你还想看我坐你那批战斗机啊，狗都不坐好了，坐着，然后到时候再安排机给我啊。那我去自杀，我不比你还多，那随便啊，随便随便，反正你都别打，妈的，随便又无所谓的。你想怎么换怎么换，你难道还非要照着小兰的一模一样的打法了？很牛吧，帮你省个雷。哎，铁牛啊，我说了我放个雷，然后我一瞬间死啊。你是真他妈的牛吗？他们不就这么打的？然后后面你还不会了是吧？哎，出来出来！啊，这很难吗？吃这么多雷，我操！看得我眼红。妈的！不是你，妈的你要吃这么多雷干什么？我操！还少一包，我操！飞机要这么多雷干什么？我都被气气爆了，我操！你学那个傻逼小兰，妈的，在右边自杀你肯定杀不了了。我是在左边自杀的。两个这么高你还扔三个？啊，别炸了，别炸了那个导弹！啊、死了吧！那不干脆出他。啊，怎么没死成啊？干嘛？这太空岛的机会是吧？好吧。啊，这把总比上把打的好吧？妈的！你换飞机，我跟你讲，你换飞机随便换，想怎么换怎么换，没有任何的约束。妈，你稍微改了一下，你就不会了。人才呀！你模仿小兰那个自杀，你肯定死，杀不了。没让你死啊，我说了是我先做然后再给你，这很难吗？人家这是一难，你又不是四难，拉个疫苗线伤害不就够了。好家伙，我在这边打四个，你在那边打一个。不行不行，这个用的太快了，我死不起。哦，你有两滴血，我不知道，你
看录像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你。我可能，也不对呀、啊。但他只有一个陨石啊，你是怎么被陨石夹了？你打你打。哎呀，哎呀，那我就猜到你要把他干掉，蛮吓人。不是只有一个陨石，你怎么？你怎么打了他了？ Okay. 你怎么被他挤到了？我怎么想不明白？那我也不知道。好位置，来来来，你的你的。OK。啊，这两个R的位置非常的完美。就追四枪。哇靠！太壮了，太爽了，劲爆耶！搞一枪，不要。我还可以存个大概8发9发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必要，干就完了。你这两个雷可以都留着。我真可以存9发，跟上把一样可以存9发，而且你这把没放了。我这把可以稍微帮你打一下，有8发呀。多少时间？哦，15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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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把可以的。虽然第4关很垃圾，但是可以的，有15分就正常。啊，16分钟，什么玩意儿？我的评价是游戏4难水平，打他妈 Steam 一难打出了游戏4难的状态，那有点崩。哎，怎么是先左后右啊？哦，翻过来，你再想个机会就杀了。哈哈，牛逼！快打快打快打，不然我要死。nice、啊、等一下，躲一下，上面那个，感觉有点奇怪啊。L 呢？然后你把那个打掉了，把那个手都打掉了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怎么说？哦吼！哈哈，没事，这把本来也少，就3把，我操。把还是太少了你，干嘛没用啊？哇，你本身也没用，谁不存在？有你没有？保！我要死了，保我一下！哎，不是，叫你绑谁？叫你不动啊？干嘛不动啊？我叫你用身体把我挡着。我要是你把你挡一下，你就 L 就被盖了。干呗，至少我活着。妈的，我得死了想法。妈的，这下啥都没有了。我 H 要先拿，我又要保证，不是我又要保证你不死，又要保证你 H 不被干。那他谁让你死了？你不死不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？妈的，给我两把都给我。你拿他自己是怎么死的？都无法理解，实在不行补个雷呢。他好几发都给我打外面去了。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学那个太子，两把 L 了。你反正我一直都不想捡，是你一开始就喜欢捡。打吧打。都是攻啊，但是好别扭啊！太可怕了，满那么多，我的评价只抽一下，这是我4万版打的，我靠，你4难打满了。妈的，这 H 角度有问题啊！一发，可以一发。啊？
哎，昨天只打一场 F 啊，打野就是。那、啊、你这一段一把有点不应该，我都把他打爆了，你还补第二枪。看这个，你这一发才是正常的满伤害。你上一把我八发儿，哎，我怎么又没跳起来啊？我现在好像有问题这里。老样子，你下面一刀，我上面两发射枪。我不敢，我不敢连射，我连射怕掉你身上。你怎么憋脚？妈的，我停下来行吗？我已经拿下，这没办法。这没卡掉，我操你妈！哎，哎呀，我操！啊，这真他妈吓人！喷枪打喷枪，他干掉。对啊，他直接就死了。离这么远，还能把你吃了？靠你自己了。我不想浪费子弹。哎呀，别冲！你这里可以跳喷啊，干嘛要走过去再喷？因为我跳喷死过。哦，鸡巴位是不错，52吧，怎么还能剩那么多？然后见识一下什么叫卫星，可以，待会儿直接用卫星帮你补。啊，干他妈的！那这太爽了，我操！这太爽了，我的卫星太屌啦！真急着吃 AP， 我没吃 AP。我操，你怎么还有这么多啊？我操，有点逆天了，兄弟！我操，有点逆天！我操，又你跳跳跳，你跳你跳，直接冷跳！对对对。哇，这 F 留了这么远啊！我靠，这卫星一男太屌了。小 F 加卫星，你中路比 L 还好用点。别拉往这边，他妈的，你没看到他妈在我屁股后面，我打都打不到吗？还是太慢了一点。直接跟脚落老老实实的，看对方多少发，直接把干掉。啊，对，没有回复，保密。看看，这么回复倒不至于吧？我靠，十几发就够了。我操，只剩下一发。没事，开门有 M。十几发就够了。你刚才说哪的时候，38F 打完没有？啊？刚上一把，你 F 打完没？你指的是哪？啊，甲醇那个。上一把。灯根哥。没有。啊不，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好、哦、好、哦。我打下面的两个按键，你打上面。够了，伤害够了。直接冲，直接冲。随便挥霍一发 F。谁从谁村子？哎，好准。我得找个机会自杀，你直接干他。雷很珍贵的吧？这里倒不适合这么玩。F 不值钱。我待会要自杀。我个鸡！等一下我吞鸡的。好 ，D 那里你知道那是正常的呀。文明说这里不让你知道，我打一枪先。没有。我操，这么狠！那、哎、你其实也可以过来啊。
哎呀，还是就是，二十四，那二十五，对，但是没有之前快，之前二十五跟十五，二十五跟十二，对吧？第四关太垃圾了，知道吧？沙漠又慢，上路又慢 ，boss 又慢，没有一个快的，整个第四关，整个一坨屎。第三关 boss 打的也有点，第三关打的也不行。第二关没喷，没打死他，因为反正我觉得他依然应该是四十滴血，你打两枪，你先提前打两枪，然后最后他喷出来的时候你再打一枪，我再 H 打出去，这样稳一点。哇，战鼓！哎，他这么准吗？二十五个，二十五。我的那十个雷，好像是九发都没有。Mission complete。七发都没有啊。哎，主要是你那个地方存的好呀，你那个双雷不存的好呀。你发现没？那个。F 直接他妈的打到了拿 C， 我操！我这不比你拿 C 拿 I 拿 R 快多了，两发是吧？加我 H， 当时我主要是愣了一下，还要不再打一把，还没到十点。